嗰方面就喺度進行緊示威，而另一方面咧，警察嘅高層咧就喺度進行緊一個記者招待會。在場嘅泰國記者咧就喺度問翻警方將會點樣布防啊，同埋點樣去應變啊咁。咁呢度咧就係嘅臨時指揮中心啦。在場都有好多警察喺度，咁但係佢哋就聲稱唔會咧就發動呢個武力攻勢嘅。胡偉聰現場報導。